怎么样？行吗？什么怎么样？什么行不啊？给完你东西往回要，你乐意呀、啊？前阵发我发你怎么这么烦人呢？大姐夫啊，你，我给你挖了个井，你给我挖了个坟呢，你啊？你这不要埋我吗？你不，你怎么不按原定计划说呢？什么计划呀？你外边有人了，有女人了？你拉倒吧你！我说了，回头你大姐知道了，还不一屁股把我做成标本呢？你就等着那女的告诉你吧，我告诉你，没有你这么办事。哎，给他吧。哎呀，你看看二米，拿着吧。哎。就这么简单吗？你看看钱正川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比大姐我还傻呢？哎哎，这叫怎么说话呢？不是，我是说你没我聪明哦。哪头轻哪头重，我不知道吗？啊！你要这笔生意跟林总谈成了，别说一个包，十个包，是不是就给我买了？直说就完了，多大点事儿？看看人家二米，你看看多明事理，是真是。行，你呀、啊，那袜子给我吧。哎。我要知道这么简单，我还送你啥礼物了吗？下次吧，下次求你再给你。哎呀，我的妈！你什么人呢、啊、你、啊？快点，快点，饿了，做饭去，快点的。啊，下点面条啊。你可真行，我跟你说，好家伙，媳妇儿深明大义啊。我告诉你，哎，一会儿啊，人林总来取包的时候啊，你一定要跟他提一下咱们那工程的事儿、啊。我就是这么想的呀、啊。但是好像时机不太好。怎么的？就好像给人家带个包，就想要人家工程似的。你压根儿不就那意思吗？是这个意思，也不能这么说呀。要不这样，咱俩呀，请人家吃顿饭，吃饭时候说。行，哎，那一会儿他来了，你就跟他说吃饭的事儿。我说不好吧？那我说也不好啊。那谁说好呢？大姐夫。合适。大姐夫。干啥？送你个礼物。哎。停停停停停！李保洁，你跟谁李保洁李保洁的呢？看不出来吗？我是嫦娥。看不出来吗？啊，这儿我包了，我约人搁这赏月呢，赶紧走行不？我去哪儿呢？那个，你看这你行不行？我要是把你那个后裔给你签了，你能不能把这块地儿让给我？我那个后裔啊，现在还在保安亭里面，正晚呢，还没下班呢。那我要是把他叫来呢？那我就立刻给你让地儿。就这地，我马上打电话啊。喂，小脸啊，别上班了，赶紧请假，来小花园一趟。有一个小仙女要见你，不告诉你。秘密，马上到，赶紧！喂，我去换个衣服。干啥？干啥呢？秘密啊，你咋来了呢？我正常下班路过此地呀。此地不宜久留，赶紧路过。啥意思啊？咋还撵人呢？呀，有好吃的呀。不，你来干啥来了？我八月十五在这赏月不行啊，你这宽敞。啊，这宽敞就在这赏月呀？那我上哪去啊？桃园机场比这宽敞，你在底下看累了还能给你送上去呢。明白了，你这是约人了吧？秒懂。懂懂懂懂懂，不在这给你当电灯泡啊。谢谢。马上走。谢谢谢谢谢谢。一鸣。我爱你。电话。喂，我不要贷款。秘密啊，你真来了。我正常下班路过此地。秘密啊，来坐，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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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这东西，这都准备齐全了。来，咱喝仙博士。啊？让一切更新鲜的仙博士，我喝过，老新鲜了。来，喝一个。于小脸儿啊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
你别在这给人霍霍东西了，人家一会儿有用呢，我先走了。哎呦，秘密，你看来的正好，不如咱们俩一起赏月吧。啊，咱俩在这儿不方便吧？太不方便了，这你这就没有挡头，也没有盖儿，说话风还大，容易扫着舌头。那你说哪儿方便？哪儿？要不咱俩逃仙机场？要什么要？这是我们家的裤子，这裤子可以改个门帘儿。这瞎说啥？这改门帘不糟践了啊？这应该改个被罩。拿过来，我来装裤子去。爸，我跟你说啊，人家领导说了，哎，是完全自愿的。对，你老人家愿意捐，你就捐；你不愿意捐，可以不捐。我支持捐献，我是反对这种捐两件衣服就嘚瑟这种行为，不够显摆的了。干点好事，非得整的地球人都知道啊。谁干完好事自己出去这么说呀？我就捐衣服了，我说了吗？哟哟啊！你捐衣服了？捐了咋的？不对呀、啊，刚才你不说你那衣服捐出去谁也穿不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我非得捐自己的呀。啊，照你这么说，你捐我的啦？猜对了。哎呀，高啊！哎呦，哎，看我爸，哎。我爸捐衣服捐别人的，下回捐款我拿您的钱包去。哎，我说老东西，你把我哪件衣服给捐出去了？啊，就你那件红棉袄。红棉袄？哪个？哪件啊？就那年你妈过生日啊，这二姑爷给你买的红棉袄。哦。说挺贵，说1800。可是。这完事你也不穿呢，一直在这放着。那天我一顺手就给捐了。哎呀，把我的红。红棉袄，哎呀呀呀，哎呀呀呀，哎呀呀呀呀，人中，哎哎，人中，人中，人中，掐人中，哎呀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咋的了？这是你个死老头子，你把我红棉袄捐出去，我不活了，我。哎呀，妈，就一件红棉袄，你至于这样吗？你也不穿，捐就捐了呗。让我可咋办？不是，妈，哎呦，这可不至于啊！哎，回头我再给您买件新的，不就完了吗？买不起，太贵了。妈。说你，哎，没事儿啊，来，您喝口水。我跟您说，妈啊，那红棉袄没多少钱啊，说是1800，打完折也就80啊。让我们共同期待吧。哎，瑞发，哎，你小子挺阴呐。我怎么的了？你给我花2000块钱买件衣服，合计是变相的挤兑我大姐夫呢，是不？你看你这话我就不爱听。我是那样人吗？街坊邻居们，我是这样人吗？我就是这么想的。媳妇儿，来，哎，把这花拿上。干啥？这给大姐。我给你照个相，你看看你多漂亮。我回来啦。大姐，二妹，等会儿，哎呦，我看看，哎呦，真是亮瞎了我的双眼，嘿、哎，来，站一块，哎，这姐俩往这一站，那是就个游戏啊，大家来找茬，哎，我找着茬了啊。看见没有，我媳妇儿，这是花儿；我大姐，爆米花儿。哎，我媳妇儿这是看的，我大姐这是吃的。大姐你赢了，你实惠，实惠吧？哎，这裙子啊，你大姐夫买的，哎呦，2000块。哎呦，我没想到我大姐夫这、哎、吐血了啊，这回是什么吐血呀？啊，对他来说呀、啊，那叫放血。呵，大姐夫说了啊，生活要踏实啊，浪漫要真实，过日子就要像我的身材一样，啊、经济实惠有品位，敦实丰满有内涵。看见了吗，田顺发？哎，我大姐夫正儿八经的时候比你大方多了。打乱了我的计划吗？这不是？我回来了。
钱。行，大姐夫啊，还真是，我这回是小看你了。那我的人生格言是2000，不愿意为老婆花钱的男人不是好物业。哟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这都是2000块钱都敢往大姐身上拍，你真行，我说你。哎呦，哎呦，不行，哎呦，亮瞎了我的双眼。来，你们姐俩往起一站啊，那就是一个游戏的名称啊，大家来找茬。嗯，天天爱小楚。没了，大姐夫真好看。哎，是不是对门商场买的？对呀，你那也是吧？那当然是了，2000块钱啊！你这一开始卖2000，后来我跟他说，别使，你走，什么呀？这是这么多的，做饭去，做饭啊！这是结婚纪念日，你不得做点好吃？放心，你看我都买好了，媳妇儿，我做饭去了啊！我跟你一起去吧。不用。你今天呀，啥也别干啊，你就歇着。你的任务就是吃好、喝好、玩好，穿着衣服显摆好。我的人生格言是：不让老婆干活的男人才是好物业。行了，老婆，我做饭去了。哎，这等会儿，哎，大姐夫，哎，你这一进门这两句格言，可以在咱们家门口贴个对联儿。怎么呢？上联是：舍得给媳妇儿花钱的男人，那才是个好物业啊。下联是不舍得让媳妇干活的男人，那才是个好物业。嗯，横批。小点，这小黄，你是被大黄撵了吗？不是，你过来。咋的了？我妈来了。吓我一大跳！你妈来是好事啊，干嘛呀你？好啥事儿啊？来逼婚的。就这个事儿，最头疼。是不是啊？所以我来找你帮忙。我跟你说，有困难就找我，我指定给你办。当我男朋友。办不到。你刚才咋说的呀？不是，关键这个忙我真帮不上，我有心上人了，我心上人秘密。我不是让你假装吗？谁跟你动真格的了？啊，明白了。就是给你妈演戏呗，嗯，应付你妈呗，是。哎呀，这事你找我，你算找对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别说是骗你妈，就是骗我妈这一块，我爸都得求我。我跟你说，行，那就这么定了哈。回来，什么玩意儿就这么定了？咋了？又咋了？你不得礼尚往来吗？我告诉你，过两天我妈呀，没准也来看。我和秘密呢，现在一时半会儿好不了。到时候秘密顶不上的时候，你帮我顶上，当我女朋友行不行？嗯，你要考虑的话就算了。成交。去吧，找我妈去了啊。不就是演戏吗？好演员我，好演员我。嗯，阿姨你好。哟，伯母你好。快来！你像大疯子似的，你干啥呢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咋的了？哭啥呀？姐姐啊，他真是好同学啊！我真没想到，你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。我不仅记得你的生日，还给你带来了这个，当当当当！天哪，你还花钱给我买生日蛋糕？别闹，我要有钱给你买呀！我这话说的，那是谁买的呀？你猜，好好猜，好好想想，说出他的名字，大点声，这秘密。确实是秘密，他不让我告诉你。李宝洁给你买的，怎么又是李宝洁给我买的呢？你又上一边是什么玩意儿？你不刚才不说秘密吗？秘密确实是秘密啊，他不让我告诉你吗？我告诉你，赶紧给他拿回去。什么玩意儿？我拿回去干啥呀？人一片心意，我不要。你过来，来来，你过来，你看着我就闹心。你过来，你坐这儿。干啥？不是我说你，
你听我说啊，你和那秘密不合适，你这辈子都追不上。你给我赔赔赔！不准在我大喜的日子跟我说这种晦气的话。赔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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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赔！好吧。你怎么就不明白你啊啊？小脸你听着啊，喜欢你的人你不让追，不喜欢你的人瞎追。我说的是什么呀？我没明白。就像那狗追车似的，狗天天追车，天天追车。你看哪条狗上车了？哦，哎呀，可不怎么的。哎，你咋来的啊？我坐车来的。那对了，比喻，我说的是比喻。我大过生日你老捶鼓我干啥呀？小脸，你看啊，保洁对你多好啊，你就从了他呗。保洁对你太好，你咋不从了他呢？我心里只有小米粒，我心里只有秘密。你咋这么犟呢？怎么犟？赶紧收拾收拾，一会儿他来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绝对不能让他来，听见了吗？为啥呀？他要来就出事了。怎的？一会儿黄小黄他妈要来看未来女婿，我给他扮演一下，知道了吧？你要是万一整漏了，我告诉你就完了，知道吗？黄小黄不得上火呀，他妈不得上火呀，骗人呢！你别给整漏！小脸儿，别整漏了啊！在里面呢。这脸也不小啊，阿姨啊，我不是小脸，这色儿不好看，可以撇了。这哎呦我的妈，这个看见了吗？吊牌还没摘呢。不行，这我这可以啊，二米啊，这个、这我塞、啊、塞不进去呀、啊，这个使劲塞呗。哎呀，我说二米粒儿啊，啊，这好衣服就扔呗，多白瞎呀！我看我能穿不？妈，你当脖套还差不多。哎呀，二米粒儿啊，不是妈说你呀、啊，啊，你说你这孩子前两天买了几套衣服，这立马就喜新厌旧了。对啊，我不稀罕，不稀罕就扔啊？这钱那么容易挣吗？啊，你攒俩钱行不？留着挣用行不？行行啊，你有俩钱你就嘚瑟，你真是你让我生气，你知道不？你说这么好衣服说扔就扔啊，这呀，啊，谁家过日子都有啥呀？是啊，妈。哎呀，你听我，你妈我年轻时候啊，那一件衣服穿好几年呢，那是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害三年。老大穿完老二穿，老二穿完老三穿，老三穿完老大穿，老大穿完行行，怎么又穿回去了呢？姑妈说那个改一个超短裙儿吗？对呀，我给你大姐改个超短裙儿，那还穿好几年呢。对啊，你说挣钱容易吗？这钱是大风刮来的啊！你就听妈话吧，这么好衣服能将就穿就穿吧。哎呀妈，行了，我的天呀，咋的了？我实在太磨叽了你。哎呀我那个老大老三，你俩顶上，我歇会儿。不是，二米粒，你跟妈来这套是吧？你跟妈来这套、啊、对吧？小米粒。别像没事人似的，给我过来！不，我说你这大学毕业了也不好好找个工作啊，成天晃晃的，像个眼前花似的，你干啥玩意儿呢？你啊，我这不准备考研呢吗？啥玩意儿？你考研呐？啊？哎呦我妈，就他还考研？我看你是研究头发整啥色儿，再整个什么脸儿？啊，买件什么样的衣服才露肚脐眼儿吧？啊，你说你，啊，这挺大的丫头，你说你让我生气不？啊，生气不？妈，人家那叫时尚，懂啥呀？啥时尚啊？啊，你瞅那衣服大窟窿小眼的，不开线都整开线了，扯起不来，穿身上还脚挺好看，你说这玩意儿，多好看。好看你自己看吧，瞅瞅袜子还整的钉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也不怕扎着谁，你瞅你那瞅，别给我俩臭美，干啥呀干啥呀，给他扔这玩意干啥呀？啊，我说小米粒，我看你吃一个啊，昨天买那大一包小食品，吃就剩这几袋了啊，要你吃点饭吧，这个不好吃那个不好吃，挑肥拣瘦啊，吃这玩意了啊，一个顶十个，这啥好玩意儿啊？啊，不是色素就是添加剂，能对身体有好处吗？你给我站起来，瞅你瘦的那样都赶上相片了，一出门大风嗖下来给你刮天上去了，当风筝放了。飞了飞了，妈，妈，妈，来，看，
破草帽子晒脸。还是我好吧，我长得跟小秤砣似的，底盘又低，我要上天直升飞机得拽着。妈妈呢？你信不信我能把直升飞机拖冒烟了？大姐啊，咱妈刚歇口气，你还给起头啊？妈，你看，你看起头咋的？哎，小美丽，你说这话是不愿意听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愿意听我也得说，不愿意听我还得说。哎，我就是说，我爱听。从你那表情，那是爱听啊。妈妈，我有一条新的消息。看着没，看着没，低头族手机控。你说现在的孩子，成天这手就离不开手机来，这睡觉拿着手机。王顺，打个打单。哎呦，王顺。街坊邻居们，这王叔啊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哎呀，着急忙慌叫我来啊，让我盛装出席。你瞧瞧我都打扮成这样了。这是俩门童啊，咋的了这是啊？王叔，那个生凤是这么回事啊，黄小娟那黄姨啊，黄姨怎么的？那个儿子和儿媳妇一会儿要上俺家来看看。哦，你说我就盼着王小倩那个贼胡咧咧。哦，到时候我们一着急咧咧不出来，俺俩就得找一个会咧咧的来。二姑父，哎哎，你不是传说中乐乐界的高手吗？那要说乐乐，没谁了。王叔，找我你就找对了。哎，我听明白了。今天黄姨的儿子和儿媳妇来，对，那可不是一般的造访啊，那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造访。我告诉你，那是来考察你们家来的。如果今天考察不合格，黄阿姨都不一定进你们家的门。所以说，今天人家客人来了，你的举止言谈一定得注意啊。二姑父啊，你放心吧啊，我们单位怎么培训我的我就怎么培训我爷的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我跟你说，这孩子这会儿可出了大力了。我也一宿没睡，给俺俩累毁了，那个汗还呲呲往下淌啊。哎呀妈，孩子这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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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跟街坊邻居这么说行啊？你跟人家客人，第一人家听不懂，第二显不出咱们家的档次。我怎么说话有档次？你最起码得说普通话吧？我这不是正宗的普通话吗？哎呦我天哪！你这还是普通话呀？嗯，你这样，我给你提个醒。嗯，你看过话剧没有？话剧，我看过。行，王叔。就这么说话。嗯啊，还有啊，人家客人来了以后，人家不管提出什么刁钻刻薄的问题，咱们一定顺着人家说俩字儿，好的。哎，怎么都是好的啊？问你们，你们不会答不要紧，看我来回答，明白不？好的。家里有人吗？来了。这个阵势好像不对，来，请进，请进。请问，王光明先生家是住在这里吗？不是，走错屋了。你傻呀？你以为你爷爷就是叫隔壁老王啊？孩子，我就是王光明。我上学的时候叫小明，等同学都谈恋爱以后，我就是隔壁老王了。爷爷，你这名起的霸道，俩名人。行了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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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热烈欢迎。用不用换血纸？啊，不用不用不用换血。好好。进进进，我又来点，我又来点，我多来点。往左来点儿，这回十六了，进，再往里进，照不进，进。你停，你俩在这儿倒车呢？什么玩意儿这是？我说有点不对。你好。哟，我要是没看错的话，你就是王光明先生吧？你俩还真看错了。